很高兴可以在前三轮就被挑到，对啊，自己有点算蛮意外的，因为可能今年的成绩不是那么好，对，就还可以在前三轮被挑到，就蛮开心的，很感谢魏全龙球团，感觉好像每个人都会这样，就是名单出来之后就开始睡不好，对啊，就刚刚结果出来之后就放松了。我是觉得不管去哪一队都是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好，然后明年好好磨一年了，后年开始为球队好好贡献这样。要到一个新环境当然是多少会有点紧张，但是这就是对自己的考验嘛，对啊，我也相信自己可以撑过去这个考验。